今天我来参观日本一家很有名的厨具。排气孔把它排出来，这样你就是不用担心，否则你那个电饭煲这样要拉出来，这样你同时操作这个空间就窄了嘛。然后这样你不用的时候把它这样再隐藏回去，这样就很方便。所以他就说这边他提倡就是说你东西都收进去隐藏起来，这样就整齐，不要把东西露出来。东西露出来做清洁，其实这个餐具这些都是，而且你这样收纳收起来都是很分类分得很清楚。对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、点赞和分享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谢谢，再见。